小鹿干净，麻利点。这个太重了。用力点，用力点。我擦。哎呀。得理得理，还有一下。哇，你是个人吗？我操。小鹿今天妆化的不错啊，你看这个什么？哎呀，小鹿啊。这大理是不要钱的，哥，后山捡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来，我去，哇，这真的是皮肉不分啊，跟石头有什么区别？你买它干什么，崔友？惆怅啊！哇，这个老哥，我买了几十碗，大多都是大理料，这过两天再挑几块好一点的料子给你寄过去。哥啊，这几十万，你说，哦，妈嘞，买个什么别的不好吗？买点排骨吃也香啊，这个小鹿排骨吃香不香？香啊！这个香还是排骨香？那就可能他们认为大理石比较香。你、这个有纸底啊！哇、哦，这个是出乎意料啊！这个居然有点纸底啊！这块刚好给它切一个，估计也是幻想啊！这大白天的做梦呢。什么石头？哇！等一下，这是真的大。这得上大锯台啊！我这也是大石头，这个发财了呀！这个打的没有任何表现啊！来，上水。哇，恭喜喜提，大油青，几十公斤大油青一块。哇，铜料啊，崔友啊，这手镯一箩筐啊，到时候又是500块钱大理石手镯啊！啊，这有个手镯还说不定啊，到时候沿着这道大列赶一下，发财发财发财，战歌响起来。这个怎么这么像我们老家建房子用的红砖头啊？差不多。对。哇，中嫩水长，白白又嫩嫩。哦，发财，来下一块。哎，这块最抱希望的了。对。全村的希望来了啊！这居然有纸底啊！这大理石有纸底，这让我不敢想象啊！这有点大块，不好切啊！我感觉锯片都要崩掉，真有一点紫罗兰啊！再切一刀，再切一刀。哇，真的爆色了！我去，没想到大理石也能爆色，这可是令人吃惊的啊！啊，大理石居然爆色了！我去，我去，这是不令人难以想象的啊！还不错啊，到时候去取一下，看能不能取啊！来下一块，这几块就估计是白白又嫩嫩啊。这石头太大了，实在是不好切啊！再切一下，这凉凉啊！锤子来了，我操！你拿着砖头，哇！崔友发财，还有一块，还有一块。来来来，又下班了，今天都是白白又嫩嫩系列啊！来，出去搬出去给崔友报喜。好了好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老哥发财了，我去，这块居然切出紫色来了，哇，大理石紫罗兰，可以做一些珠子啊、乌饰牌啊，可能会合适一点。就看里面还有没有紫色的啊，没有紫色的就废了啊。又连了。然后其他的话就没什么行情啊，你看这边是寄回还是丢掉啊？下班了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就这两块，到时候拿去邮局那里切啊。